好，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。2023广州草莓音乐节将于11月18日到19日在广州白云设计之都三期举行，在10月25日上午11时开票后，抢票非常火爆，其中周深将在11月19日20点整到20点40分期间演唱。开票后，11月19日的门票、学生档与首单日票等等很快被抢购一空，尤其是破单日票更是闪电抢空，简直都是秒售罄。鉴于之前音乐会的盛况，周深参加的音乐节由此火爆抢票场面并不意外。小编再次恭喜抢到票的朋友们，大家可以如愿在11月19日晚上见到周深了，不仅面对面，更能感受到现场的无限魅力。那么此时大家肯定也在猜测音乐节当天他会演唱什么曲目。参照之前的音乐节时长和歌曲数量，周深在本次草莓音乐节应该也会演唱九首左右的歌曲，那么会是哪九首呢？小编根据自己的喜好和期待做了超前预测，大家也可以发表自己的看法。一、冬游。冬游是电影冬游的同名主题曲，由李科填词，董伟谱曲，发行于2019年10月。这首歌曲中长达40多秒的吟唱让人惊叹。二、爱若琉璃。爱若琉璃是电视剧《琉璃》推广曲兼主题曲，由王耀光填词，娄祖玉谱曲，发行于2020年4月。三、独白。周深版独白是电视剧《天机之白蛇传说》的插曲，由廖宇作词，和慧慧、王子彤作曲，发行于2018年7月。四、曾经沧海。曾经沧海是电视剧《那片星空那片海》第二季的片尾曲，由田昌业作曲，杨哲作词，发行于2017年10月。五、归处。归处是电影《是神令》的主题曲，由隐约作词，钱雷作曲，发行于2021年1月。六、时间之海。时间之海是电视剧《一人之下》的主题曲，由王艺佑作词作曲，发行于2023年9月。七、愿得一心人。愿得一心人是电视剧《鹤唳华亭》的主题曲，由隐约填词，钱雷作曲，发行于2019年11月。八、明月传说。明月传说是电视剧《风起霓裳》的主题曲，由战役君作词，钱雷作曲，发行于2021年1月。九、同心圆。同心圆是广州南沙城市形象宣传原创歌曲，由瞿从作词，张帅作曲，发行于2023年9月。上述九首歌曲就是小编期待周深在草莓音乐节上演唱的曲目。此外，如果出现一两首粤语歌曲也不意外，毕竟这是在粤语区举行的音乐节。最后，请来自海内外的歌迷们合理安排行程，尤其是住宿饮食，提前了解演出场地四周的交通和环境，注意出行安全，同时文明观演。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，我们下期再见。